各位大德合掌，那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胆。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观无量寿佛经书》《观经四帖书》。上次呢，已经进行到了经文啊，这个23页了。那我们把经文呢，从23页的经文念到24页哈。23页第一行：如是我闻。好，24页。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那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天台宗的注解呢，就说这个就叫做六成就正信序六种成就。可是呢，在善导大师四帖书这边呢，他把它分开，他说呢，如是我闻这一句是正信序，然后呢，24页这边这个属于发起序啊，所以这个比较跟天台宗的注解比较不一样，就在这边。那他正信序的话呢，就特别去解释啊，这个如是我闻啊，那上礼拜我们就特别去讲这个啊，讲完了。那24页发起序啊，那它分成7段。那实际上呢，刚刚说了，天台宗呢是把从如是我闻到这个24页这边经文都叫做六种成就。那哪六种呢？就是1跟2啊，闻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如是呢是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两种成就在这边。那24页这边呢，就是4种成就：一时时成就、佛主成就、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这个地点处成就、处所、处成就，然后与大比丘众跟菩萨啊这些众成就。所以这个是天台宗的六成就。那现在呢，善导大师把后面的十、主、处、众4种成就通通都叫做发起序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的时间地点跟这些主角佛啊，是跟后面的阿舍世王子韦提希夫人是很重要的一部经的发起啊。所以呢，没有佛，没有这一个阿舍世王子啊、韦提希夫人，不会有这个发起序。所以他认为这个前面这4种成就也是属于发起序，不能够只是正信序啊。如果照天台宗的判法啊，这个后面这4种成就都还叫做正信序。所以这个是那个善导大师的注解跟天台宗的注解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24页发起细分7段啊。那么他说一时佛在哪里，到我们念的这个文殊师利法王子这一段是化前序，然后再来呢啊，近护之缘就是呢27页那边啊，一直到28页、啊、那个是近护之缘，阿舍世王子发动政变把他父王给关起来，最后呢把他父王给饿死。另外一个说法呢，并不是饿死，而是呢给他刑罚啊，苦刑啊而死的啊，这是2种说法。那不可是这边呢啊，并没有很明确的交代到底是饿死的还是呢受刑罚而死的啊。那总之呢，这一段就叫做近护之缘。那上礼拜有解释过为什么底下
边通通叫做缘，就是一段一段，前一段是后一段的缘起，因为有前一段才接着有下面一段，所以呢，这六段彼此之间有连带的升起次第的关系，所以呢，都叫做缘，啊，所以呢，第一个呢是近父缘，再来是近母缘，啊，那近母缘的话呢，就是从36页了，啊，36页，然后呢，厌苦缘就是韦迪西夫人厌苦，那是41页，然后呢，再来心近缘。啊，厌苦就是厌离娑婆，生死轮回的娑婆，然后希望到那个他方世界清净的国土去，啊，那么这个心净缘的话呢，是从45页，那接下来呢，世尊就开示，既然韦提西夫人请法，那世尊开示呢，就分两段。一个呢是善善显行缘，一个是定善事观缘。定善事观缘呢，主要是讲定善十三观。啊，善善显行缘主要是讲三福跟九品。啊，那三岛大师的注解里面呢是说，韦迪西夫人请的法主要是要请那个清净业，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所以呢只有请定善。那佛陀为了要帮助跟韦迪西夫人一样的这一些凡夫众生，所以他自己在讲善善的三福九品，啊，所以是佛自开，自己开示，啊，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六个圆六段的大意是这样，啊，那一开始解释了这个一时啊，24页这边，啊，就是呢，佛教学讲经说法教学，一定要有时间地点。以及对象众生，啊，所以他这边的一时就是特别讲的是这一件事情，不管佛在哪里啊，在山林处，在王宫，在旷野，在人天，在声闻缘觉菩萨，在人王天王，在凡夫，在圣人啊，那么这个都是必须要做交代的。那佛陀的智慧跟方便呢，都能够知道什么样子的场所，什么样的众生，有什么样的因缘，需要讲什么样的法，啊，所以呢，倒数第二行，24页倒数第二行，随缘受法，各异所知，哦，都能够帮助到这个在场的这一些大众众生。所以洪钟虽响，必待叩而方明；大圣垂慈，必待请而当说。所以呢，有因缘啊，众生请法，佛呢随缘而说法，让众生得利益。这个时候就叫做一时，啊，这个是一般每一部经都可以这样来解释一时，啊。上礼拜就讲到这里，接下来25页，啊，这个是一时的话，特别就这一部经。啊，来讲一时。好，所以你看，这个25页第一行，一时者，阿舍世正起逆时，佛在何处？当此一时，如来独与二圣在彼其舍，此即以下行上义也，故曰一时。又言一时者，佛与二众于一时中在彼其舍，即闻阿舍世起此恶逆因缘，此即以上行下义也，故曰一时。哦，特别强调了这一段呢，就是说，哎，这个一时呢，真的就是当时候要开始要讲《观无量寿经》之前的那个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呢？就是如来跟大众在灵鹫山，然后在王宫里面，阿舍世王子就带动政变，然后呢关他的父王，甚至把他父王给害死，后来也把他的母后也软禁，啊，这个时候，就特别就这一本经来说的，那比较难懂的呢，就是呢，如来独与二圣，为什么用个独？啊，所以这个啊，请看到上礼拜的讲义。
第四页。第四页的最后两段，也就是那个 P25 第一行，传通记呢就跟我们解释，别就金经取是一时之意，特别就这本经来说，啊，那为什么用个读如来读语这句经文啊？读尊意，减他佛故，这是第一个解释，也就是这时候只有一尊佛，就释迦牟尼佛而已，啊，没有其他的佛。然后未对机故名为读，哎，这个比较合乎真正善导大师要用的意思，也就是他当时候在灵鹫山教学，并没有要讲观经，还没有面对韦提希皇后这一些当机众，啊，所以特别写的未对机故，所以善导大师特别用读。那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他说以下行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标显如来只当初在灵鹫山。那为什么要特别标显如来在灵鹫山？因为下面山下在发生政变，啊，所以佛没有跟韦提希皇后啊、阿舍斯王子他们在一起，所以这样叫做以下行上。所以你看，《传通记》说：“近乎圆之耳识为下。”化前序之一时为上，对着前面的啊，这个化前序啊，这个如是我闻啊等等那一些啊，所以这样一来，他说那化前序跟发起序同时，也就是就这一，如果从这个点来说，这个一时就是指化前序、发起序放在一起啊，也就是说24页的第一行。明明是发起序里面的第一段，啊，特别强调的这个就是发起的这个时间点，化前就是这部经要开始教学之前，教化的前面，啊，所以这个是这边的一时，特别讲的是这一段，然后对比下面的耳时，就是27页，耳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阿舍世。那个耳时，就我们白话讲，那个时候，哎啊，那个时候跟佛在灵鹫山的那个时候不是同一个时候吗？对呀，啊，所以才会说呢，对比下面的耳时是以上行下，行上一时。哦，就是山下王宫里面发生政变的这个时候，啊，佛刚好在山上。灵鹫山那边在教学，啊，所以这个是善导大师用以上行下，以下行上，让你了解，其实山下在发动政变，佛在山上还在教学，啊，所以特别要去讲这个时间点，那是因为后来这个频婆娑罗王。啊，被关起来求佛，然后韦提希皇后后来呢被软禁也求佛，这时候佛才特别用神通进到王宫里面去，才开始了有这部经，啊，所以目前这个佛进去王宫讲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不过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接下来就要有这部经这样，啊，好，这个就是意思。再来看25页第四行，这是第一段嘛，哈，化前序嘛，哈。再来的话呢是第近，不是，这对不起啊，24页哈，24页的倒数，你看。化前序呢，序里面有四段，有四小段。第一就是一时，第二是佛，第三就是呢在王舍城奇蛇窟山，然后第四与大比丘众跟菩萨这些。所以这个四段就是我们刚说的，
六种成就里面的后面的四种成就，十组处众四种成就，啊，所以接下来25页的二，这个第五行的二，佛为什么是二？就是四段里面的第二段，啊，这个一定要先交代清楚，否则呢，我们很多人看书哈，很奇怪为什么写个二。啊，下面为什么写个三？这个二三是从哪里来？哦，那就因为你没有从头看，啊，所以序里面化前序就分四段，现在是指第二段，第二段特别讲的是佛，哦，那这个就文字就简单了。教化主不是其他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独显释迦意。第三段。啊，照说如果要分行分段，应该要从三下面另起一行会比较恰当，啊，只不过呢这个第二太短了，感觉好像太奇怪了，所以他才会把它连在一块。好，那么第三段呢，就是呢从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啊，那这个王舍城奇蛇窟山上礼拜的名词我们都引用一些佛学字典，大家解释过了，所以这边只要看善导大师的注解哈，他说这个呢就是证明如来油画之处。为什么用油画？画就是教化教学，那为什么用油画？你去看那个，如果有人在解释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的地图，啊，他会写啊，就之前刘国栋老师也用过。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所以大致上呢，就是一生它不是固定在一个点，但是没有离开印度，啊，没有离开印度，啊，不像我们老和尚，我，啊，后来就遍布全球，哦，那如来也是油画，就是呢到处去教学，啊，那么他说油画之处两点，第一个。由王城聚落，第二个由岐山等处，为什么要分成这样两个？因为王城聚落是一般的大众，在俗之众，啊，岐蛇窟山就是灵鹫山，那出家众僧众住的地方，特别分成这样两个地方来说明，啊，所以在王舍城。奇蛇窟，你看王舍城在家，奇蛇窟山灵鹫山出家，所以经文本身它就已经有这样两个地点。那我们上礼拜有介绍过，这个灵鹫山是在王舍城的东北边，啊，那么从城里面可以直接望到山顶，山顶有一个讲经台，啊，那个也是频婆娑罗王建造的，哦，好。那么下面呢，他就多加说明，善导大师多加说明，啊，在家的话呢，贪求五欲，相续是常，众发清心，犹如化水，啊，所以你说这样子的众生值得教学吗？啊，但你随缘普益，不舍大悲，道俗行书无由共住，所以佛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境界住。可是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呢，妄生舍命，断欲归真，心若金刚，等同圆净，希求佛地，啊，即弘毅自他，啊，若非觉离消沉，此德无有可证，所以佛住在这种地方呢叫做依止住。特别用很长的文字去形容去描述佛的两种住，境界住跟依止住。境界住主要要度化在家众，依止住主要是让出家众有一个依止，有一个善知识依止的地方，能够好好来修行。简单的说，你可以看成这样，哦，那面对在家众啊，这个呢，众发清心、清净心、道心，犹如化水。啊，怕大家不懂，其实呢，从文字上一看就懂，所以上礼拜的讲义啊，特别有讲，啊，有把它点出来，啊。
这出自《大波涅盘经》哦，重点就是这两句话：化水随化随河，啊，不用跑去河边，不用跑去海边，在你们家的脸盆呵呵做试验就知道。你用手指头这样画过去，会有什么痕迹吗？你正在画的话，啊，有了，稍微有一点水波，啊，可是呢，画过去以后呢，痕迹不见了。哦，相对的化石。你看《涅槃经》的寿命品用化水随化随合，如果是梵行品第八品啊，这个呢犹如化石，奇文常在，化过去之后那一个痕迹呢就一直在，化水速灭，势不久住。哦，那他后面就多几句经文，称如化石，嗔恨心起，嗔恨心就会造成比较永久的伤痕。我们用个形容词，伤痕。诸善根本如彼化水，修善啊，我们在修善的善心好像是化水，在心里面不太能够留下深刻的痕迹，所以用这样的形容，我们凡夫心难得调伏。啊，讲一句比较通俗的譬喻，你现在记得比较住的是你年轻的时候伤心的事情，深刻的伤心的事情，还是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事情你比较有记忆？还只是快乐哦，我还没讲到修善哦，修行善法这些哦。修的善法，如果你曾经捐过1000万，你大概就会很深刻。捐过1000块钱，不是1000万，1000块钱。什么时候捐过1000块？好多次了，但是什么时候想不太起来。哦，所以类似这个啊，就是呢，伤心的、嗔恨的，都会留下比较深刻。你然后呢，好的、善的都如化水，你说这样有什么严重？什么叫做业的轻重？造业的轻重，造的业重，在你的生命里面就留下比较深的刻痕。所以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善业变成比较重呢？常常化，常常化，让那个水痕一直都在，然后一直化一直化，那就会变成很大的水波。如果按照化水这个譬喻要连续下去的话，就是你的手指头一直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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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水波就一直不断，这样才能够在生命里面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哦，所以为什么要固定的做早午晚课？为什么老和尚要鼓励我们年轻人要上台练习讲经？每个礼拜一堂，每个礼拜一堂，每个礼拜都要一堂。你要准备那一堂课，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准备那一堂课，哦，要写讲稿，刚开始要写讲稿。啊，600字的那个讲稿，一张纸600字，要写10几张，因为老和尚规定一堂课一个半小时，啊，你为了讲怕讲错，你要先把它用文字写下来，自己看有没有错。你说人都有盲点啦，啊，看不出来自己说对啊，没办法。但是起码你当时候认为对的，你上台以后照着文字稿念，你不会讲错啊。至于说你要文字稿要怎么写呢？要参考祖师大德的，参考师父的讲稿啊，这样写写写。所以刚开始要练讲，要写每一堂课要写600字，十几章，要写十几章。然后来呢，经过几年以后就偷懒，也比较熟悉了。
大概知道都要讲哪些哈，那就突然呢就写大纲，哎，写大纲也要写好几章，啊，不用写600字的文字稿啊，要写大纲，哎，要好几章，啊，后来更多了，写在经本上，注解在旁边上面。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同学这上课很认真了，啊，哦，这课本上面哇密密麻麻，哦，我说他比我以前要练讲的时候还认真，我写都没有写那么多密密麻麻，啊，那么举我个人的例子要说明什么呢？就是一件善事，一个善心，你要让它变得很重、很强的善业。要常做，要真诚心去做。另外呢，就是你为了很大的大众去做这个事情，你发心是为了大众去做这些善事。虽然不尽然你做出来真的能够利益很多人，但是你的发心是为了要利益很多众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的业善业出发心是这样子 的发心，然后呢持之以恒，持之长时间，这样了你的善业就会强，哦，然后再来就是如同净空老和尚讲的，要纯净纯善。哎，什么意思？纯就是没有私心，你做这一些善事真的纯粹就是为了第一众生，不是一方面想到哎，对自己好像将来也有利益。你说啊，对自己没有利益，我们干嘛做善事呢？那我们所希望得的利益是放在因果的观念。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要让自己得到利益，你要放在三世因果的观念去看待，而不是为了要得现世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利益。毕竟凡夫啊，他之所以愿意牺牲自己去利益大众做这些善事，如果没有三世因果后头的这个理论的认知，一般的凡夫不太容易愿意做善事。凭什么我要牺牲自己去利益别人？学佛也是这样，所以你去看那一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宗喀巴大师他在写这一些修行的方法的时候，道次第的时候，他都会引经论来证明这样子的修行、这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不这样做有什么样子的害处。那么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流通分？讲完正中分之后一定都会有流通分，也是要让你知道说，欸，照这样子的正中分去修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修行应该无相无念啊，哦，怎么可以为了要求利益才要去修行呢？哎，随喜赞叹你是术士深厚善根的 大修行者，我不是，我凡夫，哦，我没法多一声就说，啊，我修行我做善都是都没有无所求，无所求我做得上什么？所以这个我们 要站在凡夫的立场。为什么要讲这个？回到课本，他圣导大师说，在家人贪求五欲相续市场，一直都是这种贪求心，纵然偶尔会有清净心，发的清净心犹如化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佛陀面对这样的众生干嘛呢？花时间花精神要去教化这种众生干什么呢？啊，佛陀大慈大悲，随缘普益，不舍大悲。更何况他出家人跟我们在家人混在一起干什么呢？
道俗行书无由共住，所以不可以常常在一起。佛陀来到在家众，是为了要教学，这样叫做境界住。可是如果是出家众跟着佛陀修行的，他们本身就是有这样的道心，忘生舍命，断欲归真，他本来就 很希望能够呢啊，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所以心若金刚，你看他前面是那种心像化水，现在呢清心像化水，现在出家人是心若金刚，等同圆净，就是佛的大圆净智啊，很简单的讲就是大圆净智。所以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成佛，希求佛地，希望能够弘益自他，能够利益自利利他。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如果没有先把自己的功夫培养好，离觉离消沉，此德无有可证。所以千万不要看到有修行人觉离消沉，就说人家是小圣，说人家呢是不够入世，没有悲心。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为了要证得后面能够大大的利益众生，所以要先把自己的功夫培养好？所以各位如果呢躲在家里，只有躲在家里自己好好念佛，被人家说啊，你那个念佛没有慈悲啊，走小圣的卖差别。我一定要念佛，念到自己有功夫啊，有得念佛三昧啊。我说我是念佛人，结果我有没有把握我临终能够呢自己能够有把握不会不能往生，也就是说往生这一个条件我要掌握住，我都还没有把握住，我到处去做善事，到处去帮助众生，结果到临终的时候我自己做不了主，那我到底帮助了多少众生？我能帮的有限的。就算你每一次人家找你去助念，你每次都去，那你能帮助多少众生？但是如果你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把自己的定慧给练好，你就可以，虽然不能够像观世音菩萨，但也可以类似像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我们是希望像大菩萨这样子来度化众生。你说那你通通躲在家里这样，那不是不合乎大慈悲心菩提心吗？我刚说了，我正是因为发的是大慈悲大菩提心，所以我要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要先把自己的功夫练好。这是正当的理由。但是如果呢你错用这个，懒得去说是不去帮忙，在家里自己也是混着混着这样子过日子。那你只是用那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搪塞人家，其实是你真的不想去帮助人家，那就不得不人家说了哦。好，那么这是第三点。不过呢，参考讲义里面有讲到佛的今天的八种住，顺便了解一下圆彻法师的《解深密经书》里面讲到他依据真谛三藏。八个角度八义来解释佛的住，境界住、依止住、威仪住、畏舍受命住、梵住、天住、圣住、佛住那么这个境界住就是呢这些印度的十六大国人家有四世供养的地方，是佛所游旅。刚刚解释善导大师有解释了，佛去那边干什么？专门去吃饭了。四世供养，接受人家供养，不是去教学的所以呢这叫做境界住。第二个依止住就是刚说了身众
出家僧团，啊，共住的地方，佛呢跟大家住在一起，随时出家人修行有问题都可以请教他，啊，例如像灵鹫山呐、啊，啊，迦兰陀竹林寺啊，啊，竹林精舍等等，都是呢这些僧众依止佛陀在修行的地方，佛跟他们就是做僧众的依止。再来威仪住，啊，也就是说行住坐卧都可以叫做住。佛到什么地方呢？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所以行住坐卧都可以叫做佛住。第四个未舍受命住，啊，也就是说呢特别强调佛住世在世间的这个寿命未尽之前，或者是说没有入涅槃之前，你说那这个时候佛住在哪里？住在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啊，这个就是呢佛在世的时候住在这五分法身。第五个梵住，讲佛的心住在大悲心中，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是讲佛心所住，是这种大悲心四无量心。那天住是指说佛呢常住在定中，啊，天就是讲四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最盛，所以呢佛常住在第四禅天，第四禅定。那圣住讲的是解脱，不只是住在世间的禅定，也住在这种出世间的解脱当中。那这个解脱呢就分四个解脱，入无心定暂灭苦，入空定灭诸见，入无愿定灭贪爱，入无相定灭四谤。那这当中佛住在最第四个无相定中，完全都没有烦恼，啊，所以无心定，无心定就是呢第六意识暂时不起现行，啊，无心定。通常讲无心定两种，一个是无想定，一个是灭尽定。但是呢无想定灭尽定啊，可以这么说都还不是真正的出世解脱，但是呢他这边写暂时呢就不会有那种苦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去讲解脱。那入空定啊，三二三四就是用那个三三昧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这是我们上礼拜有稍微解释过的，所以用把这个三解脱门啊来做解释。那佛就平常是住在这样子的一种四种解脱里面。最后一个是佛本身的境界，无生无灭无处所法，啊，所以这个是第八个，或者是呢整个八个佛都可以住，也叫做佛住，啊，然后这个八个以佛的三身来分别，前面三住就是呢境界住、依止住、威仪住，都是呢讲在世间的应化身的佛所住的化身，你可以说应身、应化身，哦，应化在人间的。那接下来三个为什么又写应身呢？其实应该写报身会比较明确，四五六，啊，这个住在五分法身，住在大悲心，住在禅定里面，啊，这个呢是报身，啊，后面两个啊，这个圣住佛住是法身佛，啊，所以把八个啊再分开成这样子，或者是呢前两身是能住真的有世间的佛陀。人间的佛陀人能住，那最后的两个法身也可以说呢是所住的这种理地啊，他的理这样子。那经中多举八住，前两境界化白衣，依止化出家人，啊，前两应该逗点比较好，我刚刚这样念错误了，不是前两境界，前面两个境界住化白衣在家人，衣子住化出家人，啊，总举总别两处这样子。好，这个是顺便呢就把八个住介绍过去了哈。那智者大师的观经的注解，智以就是天台智者大师，
他在这边呢解释呢，在分住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在暂时啊、叫在，久停叫住，这个是在文字上可以做这样的差别啊，但常常呢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去划分。好，所以这个是佛在哪里哈？在王舍城奇蛇窟山，所以那个地点就不多解释了，上礼拜解释过了。好，再看回课本25页。倒数第六行第四段，与大比丘众到这个文殊师利法王舍为上首，啊，这说明佛的徒众，啊，佛弟子，那再分成两类，一个呢是声闻众，一个是菩萨众。声闻众的话呢，他就用大比丘众做代表；那菩萨众的话呢，啊，就以文殊师利为上首。好，那么再拆开，声闻众里面呢，即有其九。说哪来有酒啊？经文只有一句耶，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怎么能够分酒？他说从酒方面来解释了，不是说经文就一定分成九段啊。首先呢，与字就是佛跟大家在一起嘛，佛身兼众，故名为与啊。这是第一，这是第一。啊、哦，那一句的经文的第一、第二种大、第三相大、第四众大、第五祇年大、第六数大、第七尊数大、八者内有实德大、九者果证大。你说我可能看不，哪有那么多大？哦，来，请看参考讲义《传通记》哦。语字呢就不说了，所以他才说下八大当中呢，第一个是总说，啊，其他是别说，啊，为什么叫做总大？这些大比丘众，啊，无德不大，会称他为大比丘，就是他要有很高的德恨，很多的德恨，如果没有，就不能称他为大比丘，所以这样子。这个叫做总大，那个大字呢就是总说啊，他的德恨呢都很大，总说。那再来的话呢，相大是他现在是比丘，外形是比丘，外相是比丘啊。那众大啊，他写的是能化四众，能教化四众是什么？比丘、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啊，为三家社设立木莲、木坚莲了哈，设立佛跟木坚莲啊在一起啊，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把前后文合起来，那个四众就不能够解释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为什么？因为他后面特别说明讲的这四众是四群人啊，哪四群人？三家社三群，舍利弗、目犍连合为一群，那个众是群众的意思啊，就如同呢课本25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如贤于今说，优罗频罗迦舍领500弟子修士写法，伽耶迦舍领250弟子修士写法，那提迦舍领250弟子修士写法，这叫做三迦舍合起来刚好1000，接受佛化得罗汉道，然后250是舍利弗跟目犍连的弟子合起来共领一处修士写法，亦说佛法，皆得道果。此等四众，是指这个四众是这四群人，所以这个《传通记》这边讲的众大是指这一群人数量很大啊。哦，
有这么这四群三家社加上舍利弗、目犍连这样子，原来是指这个，所以才会有1250这么多人，啊、哦，那再来呢？齐年大就是呢，年蓝为齐，那个蓝字，因为我这边后面有注解哈、哦，蓝汉语大词典里面呢是晚是迟。或者是衰落衰败啊，那第二个解释就不太好啊。总之呢，就是年纪很大才能够叫做齐年，有岁数了，有岁数了哦。不过呢，当时候的印度人啊，说是呢齐年不一定要90、100，当时候印度人啊60、70岁就称之为齐年了啊，老人了哦。那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啊，65岁哈、哦。好，那么这个《法华经信解品》第四品，我等居身之首，年病朽迈，啊，就是引用《法华经》来证明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阿罗汉尊者呢，年龄都很大了啊，所以呢，这是齐年大。再来数大啊，这标所化数，特别强调那个数目字。1250人，再来尊数大，就是都是长老，都证阿罗汉了，啊、哦，所以呢，这个尊数是讲他们都是长老，出家很久了，啊、哦，基本上哦，有一个佛学常识，受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受戒完10年，可以被称长老，但是呢，基本上那个时候，法师们都不敢。被人家称长老，20年、30年也可以被称为长老，啊，不过呢，他们出家法师们，他们比较会受之无，不会觉得很难为情的，是受戒已经30年以上，你称他为长老，恰当的，他也会很乐意接受，啊，如果他还出家受戒没那么久，你称他长老，他会觉得不恰当。哦，哎，你要看他，哎，你要认识这一位老法师，呵呵，要受戒满30年以上，岁数上应该呢，啊，也会超过50、60了，除非他很年轻就出家，很年轻出家不竟然他就很年轻可以去受比丘戒哦，啊，你一定要去了解他什么时候开始受比丘戒，那时候往后算，啊，30年。啊，才可以称之为长老，所以你要随便称人家长老，要先搞清楚他是不是受戒。你不要看他年龄很大，就说称他为长老哈、哦。这是我们在家人自己要了解的哦。所以不是每一个出家法师他都愿意被人家称为长老，虽然这是很尊贵的一个名称哦。好，再来内有十德啊，就是呢有4种辩才。有禅定，有6种神通，所以这一些1250个阿罗汉都有这样的辩才，有这样的禅定，这样的神通，有这样的真实的功德。那果证大就是都是阿罗汉，而且是具解脱阿罗汉、哦、那这个地方呢就不再去多解释阿罗汉的这些名词分类了。总之呢，阿罗汉有分会解脱、具解脱、无以解脱等等的哈。那么具解脱阿罗汉的话，就是他有定有慧啊，有定有慧，不是只有慧啊。因为呢，断烦恼主要是用慧，用智慧断掉见思惑，就叫做证得阿罗汉。但是他可能他的禅定没有那么高。那具解脱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有慧，而且有很高的禅定，定慧通通具足，这样子哦。好，那么这个是一般在解释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看到《阿弥陀经》讲到与大比丘身1250人，一个用身，一个用众。我们这边是用大比丘众，对不对？啊，那么《阿弥陀经》用大比丘身一样，为什么？也就是说，身众身众和合。的身众，啊，叫身卡身且，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讲身，就是讲的就是呢身众、和合众、身卡啊。那这个地方呢，它用众也代表都是出家众、身众啊。所以因此在解释那个众众大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身卡、身众去解释那个众大，但是呢，传统记就没有。传统记是用说，哎，有那四群。啊，是得到佛啊的教化的啊，能够教化这是本来都是外道，后来跟着佛的啊，从这个角度去解释重大啊。那像《阿弥陀经》俗抄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讲义里面，他解释那个大有别于小，那可以被称之为大比丘，一定要具足这三个意思：大多胜，有别于其他的比丘。那什么是大多胜呢？啊？他的德恨很大，大到呢天王、天人、天王，通通敬仰，不是小小的德，这样叫做大。再来的话，多就是内典外集，佛法也通，世间的学问也通，啊，所以呢，不是寡解，不是解了一点点而已，所以呢，这是多，啊，然后学问多了哈，博学多闻，然后再来胜。超过96种外道，不是劣啊，胜跟劣对比的啊，所以呢，这个莲池大师的书抄是用大多胜来解释大比丘的大，有这样三个内涵。好，那么这个呢就把声闻众交代过去，接着看课本啊，倒数第二行25页倒数第二行。问曰：一切经首皆由此等声闻以为由字，有何所以？答曰：此有别义。啊，此等声闻都是外道。下面呢，那个我们念过了哈，所以先看这边。问出来问题说：为什么一切的经开头都要摆由字，就是安字？哦，都要把声闻放在前面，有什么道理？因为什么？哦，答曰：哦，有特别的意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面善导大师的说明说，因为这些本来都是外道，后来呢，觉得佛陀实在了不起，真的能够指导他们生死解脱的问题，所以呢，都接受佛的教化，然后跟着佛陀学习，都得到阿罗汉果，就是呢，26页的第三行啊，皆得道果。所以。大家呢就跟着佛，依此佛陀共住在一起，啊，是这样来解释前面的问题，啊，因为前面问题说呢，经的开头都有这些声闻，原来是因为呢，这些人都感念佛陀的教化，所以跟佛陀一直都在一起共住，变成僧团。可是呢，请你看参考讲义。这边就引用呢《阿弥陀经要解》，偶益大师跟我们注解的，很多经典都是把声闻摆在前面，菩萨摆在后面。他就问说为什么啊？有三个理由。第一，他们代表出家相、出世相；第二，常随众，是常常跟着佛在一起的。菩萨就不一定了，菩萨来来去去了，有需要的地方他就去教学了。可是呢，僧团僧众就是要共住在一起啊。第三点，佛法赖僧传，三宝三宝，第三宝僧宝啊。所以辩门抄要解辩门抄啊，就有加以注解这三个意思。他说声闻是小圣呢，为什么他反而摆在大圣的菩萨前面呢？哦，为什么声闻会放在前面，菩萨反而放在后面呢？啊，第一个理由，它是出家相，剃除须发，圆顶方袍。你说圆顶是什么？光头，光头。然后呢，方袍就是下面有穿出家人的衣服，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样子，就代表出家修行人，表。出世间
贤圣床相。为什么叫床相？法床，法床。啊，以前呢都用表法的，你出现床翻，代表呢这个地方开始要传法，要讲经说法。所以以前没有那种媒体啊、广播啊，啊，所以寺庙如果要讲经呢，要开法会了，就在寺庙的屋顶上面或者是在树上就挂床、挂幡，啊，那远远的看到哦，有法会要举行了，那就赶快去打听，到底什么时间要进行什么样的法会，所以床幡代表有法所在。所以为什么会用个法床像啊？所以当你看到那个出家人的样子，就知道哎，这里有佛法啊，有出世间的法，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呢，是跟着佛常随众啊，得到佛的教化以后，这1250个都跟着佛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要出去托钵？就是呢，这些人，这些出家修行的僧众需要饮食，然后呢就出去托钵。那为什么要不能离开这个大城市太远，小村落供养不了1250个人、哦、但是又不能靠得太近，靠太近要下山太容易了要稍微有一点距离，又不能太远的距离、哦，所以我们上礼拜看过那一些地图，就发现哎，果然灵鹫山靠近王舍大城，所以平常要下山来托钵，然后呢再走回去，刚好中午日中一时啊，日中一时啊，早上大清早出门，然后呢沿途1250个每天都出来游行，你想想看，不是出来游行，出来乞食。所以你说如果没有住家很多啊，如果只有少少户的要供养那1250个，每一户都要准备很多食物，稍微家里经济状况不行，我跟你的家也罢，我跟大刚都要供养出家人，对不对？所以呢大刚供养的供养结束了，供养结束了，这样咱就做得到，这样就好、啊、因为很多户，你看后面讲都是有9亿，太惨，那个亿内涵、哦、那个亿是10万，90万户 OK、啊、如果用亿是10万来算，90万户、嗯、还可以接受，或者是90万个人、啊、居民有90万人，一个大城市，古时候的大城市住个90万人、啊、这可以理解，用个现在亿是万啊，光是一个王舍大城里面住了9亿人口，那整个全印度不是以前就已经超过几10亿人口，说不通、哦、所以那个亿要看清楚、哦、所以讲这个呢，就是我讲为什么呢，常随众跟着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常随众的僧团平常就有1250个，你若不是皇帝国王才会共用的气哦。再来，佛法赖生传，啊，将来的佛宝、法宝都要赖生宝以弘传。所以，真正你要这一个皈依三宝，真的就是要找生宝来做皈依。好、哦，好，以上这个是说明为什么经文开头都是声闻众放在前面。接着看到26页。啊，刚说了1250人，怎么算来的？啊，实际上呢，善导大师呢已经大概说过了，三个家舍加起来就1000。舍利弗、目犍连跟他的徒弟们呢，啊是250，所以这样1250。那实际上呢，啊，这个有另外一个说法，请看参考讲义第一页最后，啊，耶舍长者子朋党50人。啊，也就是说呢，舍利弗、目犍连呢，另外一个说法合起来只有200人，那个50人是另外的一群。啊，那优罗频罗迦舍500人，那
纳提加设250，伽耶加设250，合起来1050，舍利弗、目犍连各100，所以1250人啊。那本来都是外道，修了半天呢，无所证，不能说他们无所证，是他们都证得的只有禅定，但是不能够彻底解决，跳出六道生死轮回，所以透过佛的教导之后，终于能够真的跳出生死轮回，证得阿罗汉果，所以感佛恩啊，通通呢跟着佛共住在一起啊，成为常随众啊，常随众。那么这个地方呢啊，再补充一个资料，就是还有后来的五比丘加上去，有的地方就写1255人啊，就会加上焦成儒啊，佛在四鹿野苑开始讲四谛法轮的那五比丘加进来就有1255人。好，好，看到26页第四行，啊，那就问曰：此众中亦有非外道者？难道全部都是像你说的通通外道？佛弟子当中也有没有外道啊？为什么你们标的说都只有这些跟着佛的本来都是外道的人？答曰：如经中说，此诸外道常随世尊，不相舍离，所以特别标示是他们。然结集之家，捡取外德，故有异名，是外道者多，非则少。哦，也就是说，的确是有本来不是外道的。那什么叫做捡取外德？结集之家什么意思？后来经典结集的人，就不讲那一些1250人以外的，哦，而是指通常都是用的是我们比较认识的这些1250个。啊，传东记这边啊，请看参考讲义第二页。他说：“外德，外向殊异，众所知事。捡取就是呢，把那些拿掉不用。啊，我们比较常认识的就是这些1250人。啊，就不提那些我们不认识，我们就不提了。这样叫做捡取外德。啊。”啊，如果要提那就太多了啊，哦，这样子。好，再回到课本。又问曰啊，第六行，为审此等外道常随佛后有何意也？啊，答曰：皆有二意。第一，从佛这边来解释；第二，从外道这边来解释。从佛这边来解释，此诸外道邪风九散，非是一生，数世来都是邪外道。虽入真门，气息犹在，所以那外道的习气还在，故使如来知觉不令外化，不要随便出去教，教来教去还以为那个是佛法，结果还是你本来外道的思想，未损众生正见根芽，恶业增长，此事后生呢不收果实，教了半天呢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出世解脱的果实，哦，只会增长恶业，为此因缘设令自尽，不听外意。佛这边呢，不随便让这些弟子出去教学，都要跟着我，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后来佛法在印度呢就不见了，哦，就是他们本来的那种外道的思想根深蒂固，哦，的确是如此，哦，那么从佛这边呢就不随便放这些弟子出去教学。再来从外道弟子这边来说，迦叶等义啊，三迦叶，这不是摩诃迦叶，你不要误会哦，三迦叶啊，自为自己想，况劫来九成生死，循环六道苦不可言，愚痴恶见，风驰邪风，不执名师，永留于苦海。啊，他们自己知道，有些都有一点宿命通，知道过去也有修行，但是呢，一直出不去，愚痴恶见，风驰邪风。通通呢，之间都被封在那里，打不开，不执名师，永留于苦海，啊！不过还好，跟释迦牟尼佛有宿世的因缘，啊！所以素缘有遇，得会持尊，法则无私，我朝蒙润，啊！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啊！不会嫌他们是这种邪知邪见的外道，然后呢，能够教化他们，寻思佛之恩德，遂生自己枉然。这个枉然就是呢。
迷惘失意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体会到佛对他们自己的恩德，即使粉身碎骨，俗话讲的粉身碎骨也没有办法报答，无法回报。那怎么办呢？啊，这种恩德要怎么报呢？只好呢，亲自呢每天都跟在旁边，致使亲视临沂，无由暂替。啊，跟随着佛陀，来表示那种佛的恩德、报恩的行为。啊，非常感念佛陀的恩德，这样子。吼，好，所以这个是从外道弟子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常随？啊，因为如果不跟着这样的名师的话，有可能术士的那种邪知邪见又会再增长起来，啊，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学佛也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这个才刚开始接触净空老和尚的时候，啊，他就一直强调，啊，学佛，啊，佛道是师道，哦，一直强调他，所以当时候，啊。为什么一定出了家了？为什么一定还要回到台中跟学功老人，还要继续学？就他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要跟着一个善知识太重要了，哦。乃至呢，他出书接触佛法、接触佛学的时候，很幸运的碰到方东美老师，啊，哲学系的教授，台大哲学系教授，给他正确的这种佛法的思想，然后呢，再告诉他你要去亲近这一个那个佛，张家佛，啊，对不起，差一点忘记，呵呵，糟糕了，哦，所以老和尚初学的时候就是方东美老师、张家佛，其实老人家在张家佛那边也学了两三年，扎下了这个一些基础，后来碰到学功老人之后，啊，再用10年的时间，啊，真正把佛法的基础打下，啊，所以他当年在劝我们这些年轻人说，哎呀，很强调啊，老师重要啊，啊，一定要找到真正的老师，哦，不过话又说回头，啊，你找老师，老师也找学生。啊，意思就是那怎么办呢？啊，他说呢，啊，如果你找不到值得亲近的老师，那你可以选择古大德作为他的私塾弟子。私呢就是私底下的私，啊，塾的话呢就是塾里的塾。私塾弟子就是我自己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师，我内心里面我私下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师，那就是找古大德。譬如说你把偶益大师、印光大师、莲池大师，啊，就认定他是你的老师、你的善知识，然后呢，我是他的私塾弟子。这时候你必须要把他的著作全部看过，然后呢，要通盘的理解了解。所以这时候你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你的这个、你的恩师、你的老师，这样子，啊，教我们这一招，啊，然后呢，他就说呢，以前学功老人就跟他讲，你要学印光大师，啊，就劝净空老和尚要学印光大师，啊，所以很多讲法，老和尚的很多讲法真的都来自于印光大师的思想。好，好，请看接着最后两行，26最后两行又问了一个问题：此等尊书云何名众所知识？啊，答曰：德高曰尊，其年曰庶，有年纪了，啊，又有很高的德恨，所以叫做尊庶，啊。那么一切凡圣都知道，都认识这一些大比丘众，内德过人，然后外向殊异，因为当时候只有出家佛教的出家人才是圆顶方袍。才剃光头发，啊，并不是当时的印度外道都剃光头发，啊，然后而且呢都很干净、很庄严，不像我们去看那些描述印度外道的，有持牛戒、有持狗戒的，啊，那些外表呢看起来就很怪异，
那现在有时候描述那一些泰国啊、缅甸啊那些萨满教啊，你就觉得看起来就很有点可怕可怕的这样子哦。可是他们那些其实他们也自认为他们是修行人啊，所以很麻烦，就这样哈、哦。所以他这边写的是其外相殊异，并不是说都出家人都长得很怪哦，不要误会这句话，有别于当时候的外道。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众所知事，以上这个就是呢解释声闻众的九句，这样交代过去了。然后再来，菩萨众，一样哦，菩萨众，你看那经文。菩萨三万两千，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就这样两句。可是呢，善导大师说，这里面可以分成七句。菩萨众就此众中，即有其七：一者标相，二者标数，三者标位，四者标果，五者标德，六者别显文殊高德之位，七者总结。哦，那么他只是把它标一标，七个写出来。也没有解释，接下来就说啊，此等菩萨具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功德之法。结果这一段是什么？无量寿经的经文啊，无量寿经的经文。所以你看参考讲义，这边就有写到啊，这个具无量行愿等，你可以去看魏译本《无量寿经》康生凯魏译本的第一卷。如果你查大正藏十二册265页的下栏到266页的中栏，或者是呢我们比较常读的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精进平等觉经》，我们净土宗的课程讲无量寿经就是根据这个汇集本来讲解，在德尊普贤第二里面，这段经文就在德尊普贤第二，那么这段文字的话呢，就简单的顺便就把它念下来。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解，他说呢，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两句，这两句，先赞叹菩萨的实德，下面啊，游步十方，行权方便等，可以说等了啊。不过他先断开这两句，先赞叹大士的。菩萨的全德，所以全十二德，后面的赞叹也都是赞叹菩萨的全十二德。你说这个全十二德怎么解释？十是指自证，自己证得真实的功德；全是全巧方便化他，你可以这样写，自行化他。简单解释这样所以这边的经文。课本上的经文就是这一段好，可是呢要解释的是呢前面的七菩萨众那七句啊，一样请看参考讲义传通记呢它就是稍微加以解释。第一个标相菩萨这个字，菩萨三万两千，菩萨就是大人相，三万两千就是数字，有这么多的菩萨，这一跟二，三四五，三是位，四是果，五是德，位果德。传通记说呢，这三个经文没有相对的，没有相对的，因为接着呢就说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所以你可以呢用法王子去说，这个是文殊菩萨的位次，也可以说三万两千都是法王子，是他的位，而是法王子就代表他也有证得这样子的果，有证得这样子的德，所以可以说位果德，也可以是法王子。开出来的，虽然用的只是文殊师利，
啊，法王子讲文殊师利啊，因此才会说呢，第六点啊，别显文殊高德之位啊，所以这里面呢是文殊师利是这些32000的菩萨当中的带头的领头羊啊，所以别显高位啊，而为上首，这个就是第七小段总结啊，所以用文殊做代表，一显余半啊，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只不过呢用32000做个数目字的代表啊。那么传东记又说345啊未果得，经文虽然没有，你可以参考其他的经典，就可以知道这些菩萨的位次跟果德是出其意。所以为什么下面要引大经无量寿经菩萨赞叹菩萨的功德的经文，就是要去补充说明那个未果德。传东记是这样子解释哦，并不是突然冒出来那些经文，就是用这些经文无量寿经的经文来表示菩萨的未果德啊，这样。然后法王子啊，特别他多加解释，那个法王子不是第九法王子注，也就是说十注里面第九注，名称又叫做法王子注啊，所以不要误会，这个地方不是讲文殊师利菩萨只是十注里面的第九注，不是，而是呢准备要继承法王位的法王子，所以是等觉菩萨、一生不出菩萨，乃至呢金刚心，就是后面那个啊，金刚心啊，那个金无间道啊、解脱道那个金刚心哦。好，所以这个就是七段。那至于无量寿经那一段经文呢，哎，就不必解释了。为什么呢？之后，等到刘国栋老师在讲解无量寿经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所以我只要把它念一念就好了。来，27页第二行，此等菩萨啊，具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由不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于无量世界化成等觉，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随缘开示，即转法轮。所以你看它的标点符号有一定的意思哦。即转法轮下面用的是黑点，代表呢是逗点啊，是冒号啊，都可以。包括呢扣法鼓、持法剑、正法雷、语法语、言法师，通通都是讲经说法教学的这些譬喻跟用词啊，所以通通都是这个。所以最后呢再用常以法音觉诸世间，透过教学之后可以果列众生的邪妄，消灭这些错误的见解，消灭诸见，善诸尘劳，就是烦恼，坏诸欲欠。哎，这个字比较少看到，所以呢要稍微加以补充说明啊，请看参考讲义这个第二页这边，坏诸欲欠啊，课本这边是有三点水，土上面是个剑，另外还有一个呢，土上面是个斩，两个字一样啊，都念成欠啊，那么就是呢沟壕、挖坑，比较常常连在一起呢，就是过去的那个古代的城池啊，绕城的那种水坑，也就是让敌人要进攻的时候呢比较困难，必须要放桥下来啊，要进入城门要透过那个桥，那敌人要攻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桥收起来啊，敌人要攻进去呢就更加困难。如果呢你的城门只是在平地上，那他们要往上攻，架个梯子上去就比较容易啊，你多了一个绕城河啊，俗话讲的绕城河水坑，那你要架梯子上去的话就更困难啊，所以这个是保护城池啊的一个结构
啊，所以用这个来譬喻什么呢？我们的贪欲烦恼习气很深，爱欲之心深而难越，所以敌人要攻进去呢不容易，就好像佛法用法要攻进去我们的贪爱的那种烦恼习气也很难成功，所以用这个来譬喻欲欠。可是佛的说法就能够帮助我们众生坏诸欲欠，是这个意思。再回到课本，好，坏诸欲欠显明清白啊，光荣佛法，显明清白、啊、都代表你内心啊，三业啊，哦，让你当你能够善诸尘劳，坏诸欲欠，你也就能够呢，身心都能够清白，能够很清晰这样子哈、哦。然后呢，佛法在你的内心里面呢，就好像有在放光这样子哈、哦，或者是呢，佛法就普遍的光明照耀在世间，宣流正化，悯上众生，未曾慢智得平等法啊。佛教学呢，不会有轻慢心，通通呢平等的对待一切的众生啊、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学习佛陀的地方啊啊。通常我们凡夫很容易起这种那种不平等的那种对待。如果再牵扯到那种种族，我们台湾是还好一点的哦。如果在像美国啊啊，他们让种族的歧视呢根深蒂固，啊不但是呢歧视黑人，也歧视黄人，然后黄人与黑人也互相歧视，阿弥陀佛，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佛陀呢在当时候对待印度的所有的种族，因为他们阶级制度。很久了，根深蒂固，所以只有在佛法这边，在佛这边呢，完全没有种姓阶级制度。所以那个我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日本画那个佛教卡通，特别去画那个优波离尊者，持戒律第一的优波离尊者，他呢是一个理法师，哦。然后呢，特别的描述呢，竟然他能够去为佛陀理法，哇，他感动到痛哭流涕，因为在他们印度的社会里面，理法师是属于低下阶层的，只是没有像那个挑粪的埋尸体的那么低贱而已。但是呢，理法师也是很低贱的一个工作，哦，不过他还好啊，他平常也能够去为那个。皇宫里面的人剃理头发，然后他知道说，哇，悉达多太子后来成佛了，啊，如果能够亲近他多好，哎，没想到呢，哎，他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佛回到他们的国家啊之后呢，竟然特别说我要理发，叫谁来理？叫优波离。哦，那他们卡通片画那个优波离都好像还是小孩子这样哦。都很可爱这样，然后呢感动到痛哭流涕，然后呢就很仔细很小心的替佛陀理法，然后佛陀就利用这个时候说，你理法你的呼吸太大吹得我不舒服，叫他呢要好好控制你的呼吸哦，所以呢就乖乖的不敢呼太大力哦啊，结果呢他说你呼吸变小了，但是呢你动作太粗鲁其实佛陀借由呢，啊，这个呢，教他什么呢？数息法，让他透过数息进入定，然后在里面给他一点化，啊，他就正果了。啊，所以那个卡通片看起来啊，这个好有意思啊，啊，是我们不知道说原来他为什么会那么感动，其实就是墨学刚说的。他是在那种阶级制度下，竟然还可以替王子可以成佛的佛陀这么伟大的人物去剃头，他就觉得莫大的荣幸。所以佛陀在当时就宣导一定都要平等，即使呢王子出家在僧团里面也要平等啊、哦。
然后呢，你贩夫走卒呢，这个首陀罗族来出家也一律平等，啊，可惜呢是佛入灭以后，慢慢的呢，他们又恢复，啊，过去呢，我还在担任总干事啊，执行长之后，曾经有那个印度来的在家团体，在印度里面有开这个佛教团体的，啊，稍微聊了一下，他说其实到现在，印度的那种阶级制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只是不敢明着讲，啊，私底下在大公司里面还是会这样一群一群的，比较高种姓的呢，绝对不会跟那个低种姓的人在一起，工作上有需要在一起，私底下不会在一起。所以很难，所以为什么要去讲这个未成慢智的平等法？这种平等的大慈悲心，在佛这边呢，非常的重视。啊，具足无量百千三昧于一念顷，无不周遍，周遍到哪里？遍至十方三世，吼，呵护群生，爱之如子，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开朗，不可思议。以上这一些。都在描述菩萨的功德，啊，所以才会传统记才会说呢，未果德经文上面是没有了，但是呢，后面善导大师之所以引用这一段，目的就是在补充说明那个未果德。好，接下来以上这个就是化前序，你看倒数第五行，上来虽有这个二众不同。啊，广明化前序结束，接下来呢就是近复原经文，我们先把经文念过哈。尔时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阿舍氏，随顺调达恶友之教，收执护王频婆娑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置诸群臣亦不得往。国太夫人啊，名韦提希，恭敬代王。早欲亲近，以疏密或草，这个是念草，草面的草，草面粉那个草啊，用涂其身，诸阴络中渗葡萄浆，密以上王啊，暗中呢啊去供养啊这个国王。尔时代王食草饮浆，求水漱口，漱口必以合掌恭敬，向奇蛇窟山遥礼世尊啊。而作誓言：大目犍连是无亲友，愿心慈悲，受我八戒。十目犍连如鹰隼飞，请看参考讲义哈。那个字呢，念隼。做鸟的时候念成隼，啊，那如果呢念成隼的话，啊，字典里面说呢，跟鼻子有关才念成隼。如果是做鸟类的话，鹰类啊，那是要念成隼，这样子啊。所以呢，十目犍连回到经文，十目犍连如鹰隼飞，啊，像老鹰这样子，用神通飞进去，极至王所，飞到那一个频婆娑罗王被关的地方，每天都进去。你说为什么要每天进去？八关斋戒啊。每天受一次啊，人家目犍连没有说来，你关多久，我一次帮你受。每天进去受哦，日日如是。受王八戒啊，世尊亦遣尊者富罗那为王说法，如是时间，今三七日，王食草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然后呢，第四行说呢，分成七段，所以呢，利用一点时间就把这七段先交代过去了哈。请翻回原来的27页。尔时王舍大臣第一段，有一太子名阿舍氏，随顺调达恶友之教。第二段，收执护王频婆娑罗道，置诸群臣亦不得往。第三段。国太夫人名韦提希，到隔壁一行，剩葡萄浆，密以上王。第四段，
尔时代王食草饮浆，这个是第五段，到哪里呢？到翻过来28页，啊，愿心慈悲受我八戒，这是第五段。十目间莲如阴损飞，啊，到那个遣护罗尊者护罗那为王说法，这是第六段。如是时间经37日，王食草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第七段。啊，这样七段，啊，然后注解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进行了。好，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看到课本28页。第四行，他说呢，这一段就叫做近护缘，啊，等于呢，经文里面提到的，他把他的护王频婆娑罗王关起来，啊，所以这一段就叫做近护缘。那么分成七段，刚刚七段已经跟大家分好了哈，啊，首先第一段就从这边，那第二段在28页的最后三行，啊。然后呢，第三段在哪里？往后翻哦，到32页，32页的最后五行，啊，第四呢在33页，啊，33页第一行，那第五段呢，33页的倒数第五行，啊，那第六段呢在35页，35页的第三行，第六段。啊，第七段35页的最后一行，哦，好，这样是七段啊。回到28页，哦，首先交代这个王舍城，从尔时王舍大城以下，总名起化处，啊，哦，就是呢，这个就是呢，准备要开始啊，要有这个观无量寿经。这个教学教化的处所就是王舍大城，啊，那说明一下为什么叫做王舍大城？王舍城，此名王谷百姓但城中造舍，即为天火所烧。若是王家舍宅，悉无火尽。这很奇怪一件事情。我当初看到这一段，我是认为这个应该是。官家自己偷偷去给人家放火，啊，不够奇怪哦。那所以当时他们觉得，这就是天意呀，啊，哦，天意呀，啊。所以呢，后时百姓共奏于王，臣等造宅，素为天火所烧，但是王舍悉无火尽，不知有何所以。啊，王就告来奏。来上奏的人哈，来报告国王的那个人，不然这样好了，从今以后啊，卿等造宅之时，但言我今为王造舍，啊，就是我是为国王盖房子的啊。那来上奏的人呢，那就各奉王赐归还造舍。果然呢，要盖房子之前啊，就大声的说呢，这是为国王造的房子，不是我个人要住的啊，是国王的房子，属于国王的啊，那就不会再有火烧屋的事情了。所以整个城市里面的屋子都是属于国王的，所以因此叫做王舍啊。那为什么叫做大城呢？因为这个城很大，居民9亿，就是我刚刚说的这里。凶悍呐，啊，9亿，如果用万为亿，那就太夸张了，啊，所以请看参考讲义，有特别写到，啊，就先交代这个哈，第三页，啊，在第三页这边，居民9亿这一段，哦，我们。中国哈，我国就中国古代的亿有两种算法，一个是十进位，一个是万进位。所以呢，如果用十进位，万上去乘以十就是亿了，十万为亿。然后呢，再来十亿为兆。啊，那如果大数的话是万进位，万万为亿，万亿为兆。
所以现在我们是用 万敬畏、哦、可是古代有十万为亿，因此呢居民九亿有可能就是九十万、欸、这个合理，古代人口多一点的城市住九十万合理的、哦、那如果是印度本身《瑜伽师地论略转》里面印度亦有四种说法，十万为亿、百万为亿、千万为亿、万万为亿都可以的、哦、好，所以这个是先交代这个居民九亿的大臣。好，回到课本二十八页啊，所以称他为大臣，就是呢，这里面住很多人口，啊，九十万的人口。那么言起化处者，其有其恶。第一，阿舍世王起恶，即有尽父母之缘，包括他母后也被他软禁，啊，所以叫做尽父母之缘。因尽啊，韦提希夫人、韦提希皇后。被软禁之后，厌死娑婆，愿脱无忧之世界，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佛才特别开示这种净土法门。这样子哈、哦，二者如来复请光变为台，引现临仪，光变为台，引现临仪，请看参考讲义。啊，这边解释呢。啊，这个特别解释“引现临仪”这句话，“临仪之名，可通一正”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呢，你看到课本的四十五页，刚不是说韦提希夫人因为想要厌离啊娑婆世界，要去清净的国土嘛？所以四十五页。的经文就是这一段，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要言菩提浊恶世也、哦、然后说呢，这个五浊恶世啊，很多三恶道啊，希望我未来呢不要再生到这种地方了啊，向世尊请求啊，求爱忏悔，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啊。这个时候，世尊从哪里放光？眉间光。就是两眉中间那个啊，眉间光有白毫的那个地方、哦、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照出去之后再回到佛顶，然后呢化成金台如须弥山的样子啊。那么 这样子一来就看到什么呢？十方诸佛净妙国土悉于中现，就看到十方的那种净妙的国土净土啊，就想形容这些净土，有的是七宝，有的是纯莲花，有的像自在天宫，有的像玻璃镜等等、哦、所以这个就是说的啊，光影为台，引现临仪啊。再回到二十八页那边说的，就这个光变为台，放光出去之后回到佛顶，就变成了一个金台，像须弥山这样的金台，里面就出现十方的净土。所以才会说呢，这个传统记才会解释说，这个引现临仪里面包括正报跟依报，不是只有看到净土的依报，里面的佛菩萨都看得清楚啊、哦、这传统记补充说明是这个啊、然后忽人呢就在这里面选择了安乐世界、极乐世界，求生安乐，又倾心请行，就是又很诚恳的请佛教啊，要怎么样去到这些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回到四十五页的经文啊，倒数第三行，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所以实际上韦提希皇后教请佛开示的就是思维正受。我们在玄义分里面啊，四帖书里面的第一卷玄义分里面就讲过，善导大师认为思维正受都是在修三昧禅定。一个呢是修禅定前方便思维，正受的话就是哎得到三昧禅定了。哦、所以思维正受都是呢在请佛开示
啊，修三昧禅定，啊，那因此回到二十八页这边，善导大师才会说呢：夫人求生安乐，请心请行，是请如何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的，啊，这种行门。然后佛开三福之因，正观即是定门，更显九章之意。这两句话就重点了。本来韦提希皇后是请正行、修定、修三昧、正观、修定，可是呢，佛开三福九品九章就是九品，所以佛开三福之因，你要往生的因修三福，然后呢，九品往生各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更显九章之意。嗯，所以这时候看参考讲义，一样第三页，引线临沂下面这个，哦，他说那个观，啊，正观即是定门，啊，那个观就是讲十三观，不同后三观的九品，啊，所以叫做正观。客体之意就是真正请的法，韦提希夫人请的是这种三昧正受，啊，思维正受是指这个，所以是正观。客体就是，就是指这个，啊，此乃显于定为是观。那别品啊，九品别为散机，别为散机啊，是为佛为散机，佛自己开的。并不是韦提希皇后请的，所以用个更显，是更多的、更加的来显九品、九章的功德利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用词。回到二十八页，就是这个意思。夫人求生安乐，请心请行，佛呢？却开三福之因，如果福人所请的正观是定门，佛呢，啊，更显九品的功德利益。所以不管如何，这个就是呢，佛要开始教《观无量寿经》《观想念佛》这个门、这个法门的开始处所啊，王舍大乘啊。好，那么。参考讲义前面啊，第二页开始来看这个参王舍大乘，他为什么叫做王舍大乘？除了我们善导大师讲的那个哦，然后这里讲故事了。啊，根据《咸鱼经》第十一卷这一品无脑止慢品。讲到呢，印度波罗奈国国王波罗达摩，古时候啊，古时候有一天游猎于山林中，与母狮子交会，生下一个小孩。你说，哎呀，那这么奇怪？就是印度就是有这么奇怪的，哎，希腊神话里面也有这么奇怪的故事，都有哦。古时候都会有这种故事哦。然后呢，外形像人，可是脚很像。狮子有斑驳，所以呢就被人家取名字叫做斑竹。后来他继承他的国王王位，所以就被叫做斑竹王。哦，先把这个王舍城跟斑竹王有关系，先交代清楚。啊，斑竹王呢是人兽生下来的这种小孩。哦，那么人王般若经卷下就说呢。啊，天罗国王有太子名班竹，后来这个班竹太子呢，从一外道受邪教，啊，为了要能够有达成愿望，必须呢教他要取一千个国王的头来祭祀，啊。砍头要砍一千人不是那么困难，在印度古时候，可是呢，
那个一千个人都必须是做国王来祭祀才有用。后来呢，登王位之后呢，就开始到处征伐，999个，缺一个，啊、哦，然后呢，就最后还北方有一个国王叫做普明王，原来普明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哦，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在做普明王，他在修的六度是什么？是持戒波罗蜜。所以持戒波罗蜜的圆满，释迦牟尼佛持戒波罗蜜的圆满就是在普明王这个时候、哦、所以这个被他抓到了，被班族王抓到了、哦、那照说呢就砍了就满一千了，可是呢普明王请班族王答应他一个请求，如果答应了他就自动送上门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啊，他要礼请三宝，啊，其实顶礼三其实不是这样而已，啊，后面有一个故事呢，是说他要出门的时候，啊，有婆罗门向他乞讨，他说我答应你，但是呢，请你让我呢先去呢这个去寺院拜佛啊。之后呢我回来再布施供养你们。结果呢就在前进的路上呢就被班族王抓到了。所以这个班族王本来当下就要把他砍头了。普明王要求说让我完成我的愿望，我去拜佛，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答应人家要布施要供养。我把这件事情，要不然我就在这里面就没有信用，我的持戒就不圆满，所以请让我完成这件事情，我做完事情我回来主动送上我的头、哦、那班主王看他这么诚恳，好答应。另外也有可能说你跑也跑不掉了啊，我怕你哦，对不对、哦、好，所以呢班主王就答应了，那普明王呢就真的回去了。回去之后呢请100个法师讲般若经、哦、那班主王也在现场啊，那怎么可能不在现场，让你偷偷的绕跑了怎么办半夜当中呢这个坐船坐马车就逃跑了啊，所以班主王也在现场监督，哎，这个就误了，这个误呢误解不是普明王误，班主王也悟了。你看一闻此法得证入空三昧、哦、然后呢还至天罗国，对着普明王悟了之后，回去之后还对着囚禁的这个999个王、啊、原来不是马上砍头，是要凑足1000个同时砍、哦、然后呢就对这999个国王说呢，真的要被砍头的时候大家一起送般若经的偈颂哦、那班主王听到这些之后也证三昧了，就开悟了，开悟之后呢就不杀人了啊，遂将国土交付王帝，出家修行，证无生法忍、哦、这个是人王经里面交代普明王跟班主王的故事啊。你说那跟王色大臣有什么关系啊？再继续看、哦、入楞伽经说呢，班主王领7亿家，但是呢他本身有吃肉的坏习惯，本来吃的都是呢动物的肉，后来呢动物的肉都被他吃完了，哦，准备的没有肉可以供给他了，那怎么办啊？杀小孩，杀人类的小孩给他吃，诶，他一吃，哦，怎么比以前的肉太好吃了，以前怎么没吃过这个肉，以后我都要吃这种肉，所以没办法了啊，只好呢开始杀人啊，是这个。所以你看这法文句讲的这件事情，班族就跛足，后少王位喜啖肉，赐除人无令肉少啊，吃全部吃光了，衣食俱缺，乃取晨曦，心食小儿为善，本来是那个小孩死掉了，
那个尸体拿来做肉给大王吃，哇，吃大美，哦，太好吃了，就下令以后呢要用这种肉的给我吃，所以没办法了，厨人日补一人，举国愁恐，大家的，接下来轮到我了，怎么办？所以1000个小国兴兵废王，大家呢集体要去攻打班族王，结果输给班族王，全部东边被抓起来，自骑射山中，诸罗刹虎之为鬼王，应与山神，发誓誓取千王祭山。对，然后呢就要复仇了。补得999啊！如果这样说来，是班族王当时候是输掉了，所以被放逐到灵鹫山，然后呢，可是呢，这些罗刹呢就奉他为鬼王，所以就跟这些山神发誓，我要复仇，把这1000个国王全部杀掉之后，我要来祭祀山神，就补得999，还差一个普明王，后来呢，就抓到了，没想到呢，普明王还啼哭，所以这一个国王被杀了，怎么会哭呢？他就是说，生来死语，从来没讲过谎话，现在呢，因为你要把我杀了，我就呢，违背诚信了，所以小智这边呢，是我补充的，法华文句里面没有，就是我刚讲的这件事情，有婆罗门来祈求。王已经答应了，没有办法马上布施，所以呢，发现呢，这下子完蛋了。我答应人家的事情不能完成，我一生都是很诚实的，只有这件事情不行，所以班族王呢就放普明王回去做大布施，立太子，先把后事交代完，就真的跑来给班族王这边心悦心安，班族王就问他，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心安理得？我得闻圣法，亦令说之广赞慈心，毁子杀害，说是无常计等等的。没想到，班主王听到这样的法，得到空平等地正出地。这太奇怪了一件事情，这么容易就出地，那怎么办呢？还要他已经答应了山神呢，要娶1000个王来祭祀啊。所以我本来看不懂这下面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要还愿，千王各取一滴血、3条头发，晒山神愿。我本来看不懂那个晒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前面跟山神发下誓愿，取千王以祭山，所以这个晒我去查汉语大字典，原来就是酬报、了结的意思，讲俗一点，还愿。但是呢，现在不需要取头，一滴血、3条头发，每一个国王都滴一滴血，给3条头发，用这样来祭祀山神。好了，终于呢交代完之后，我跟王舍城有什么关系？班族王跟这1000个王共立舍城，1001个国王，大家呢就共同合作。在那一个地区呢，都武山中为大国，所以就在王舍大城那边呢，建立一个大城市。这是1001个国王在那边建的，各以千小国互指印，千王更迭之大国事啊，这个就是王舍城建立的缘由。所以这样比较合乎。有1000个国王都住在里面，在里面住王舍，这个比较合乎道理，然后呢，后面就是善导大师这边用的，五姓老百姓呢，在五山内7遍作社，7度被烧，百姓因于我福薄了，所以呢就没办法，王有福利，其社不烧，自今以后皆排我屋为王舍，由是免烧。所以成为王舍城，另外就是我刚说了，班族王共千王立舍于地，称为王舍城。另外呢，班族王得道放舍千王，他说这个舍字是同一个音，
完全用中文在解释，我觉得不合理。啊，天王被设于其地，所以呢，明帝为王设，金家戒因屋设的设。啊，这个或许是吧？啊，我不知道，反正这段呢不是随便的啊。刚说了，《法华文句》，智者大师的文句啊，所以应该有他的依据啊。所以这个是王舍大臣成为王舍臣的因由，这个交代啊。好，再来回到课本28页。最后三行，这是第二段啊，有一太子名阿舍氏啊，到恶友之教，随顺调达恶友之教，这三句话证明奢王阿舍氏王恍惚之间，那个字是恍啊，你看参考讲义就知道。参考讲义的第三页最后四行这边，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这样子哈，所以恍惚之间信受恶人所误，完全是因为被提婆达多啊所影响的。好，那么当时候阿舍氏还只是太子，还没有做国王啊，那他的名字是阿舍氏。有阿舍氏是西国正因，此地往翻成了卫生院，或者叫做折子。那为什么叫做卫生院跟折子啊？我初初了解阿舍氏王有这个因缘，也是在善导大师四帖书里面看到。哎，这故事这么神奇哦。后来呢，才在那个日本人编的那个电影里面。哎，就把这一段演成电影了，也蛮好看的。哦，不过那个片子都很久了哈。哎，那个故事就是你看哈，接着下来啊，大约这个都是讲的是过去的因缘啊，就阿舍氏跟他父王频婆娑罗王之间的因缘啊。什么因缘呢？原本父王无有子息，中间那个黑点可以不要，否则你会误会什么叫原本父王啊。原本父王没有小孩，哦，干嘛要多那个黑点呢？哦，处处求神尽不能得，哦，当时候没有人工受孕，哦，没办法，忽有相思啊，而作妄言，啊，我知道山里面有一个仙人，他不久以后舍寿，他命中注定呢，他死后呢，一定要来给你做儿子，啊。给你频婆娑罗王做儿子。频婆娑罗王一听，哇，太高兴了，问说：“哎，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相思说：“哎，抱歉，还要三年呢，哦，还要三年他才会死哦，哦。”那王说：“啊，我这老啊，我啊，我国无祭祀，我下面没有小孩，没有男孩，还要三年，我怎么能够等得了？哇，告诉我的死去啊，哦，赶快啊，派人入山。”啊，去请仙人说哈，啊，跟仙人报告，代王无子，缺无少计，没有后世哈，处处求神都求不得啊，没有办法生啊。但是有相师呢，瞻见大仙，瞻呢就是看见啊，看见啊，预知呢，大仙你不久舍命，可以给我们国王做小孩，请愿大师。垂恩早护，哦，就是这段话呢，注意看哦，王遣使入山，王请仙人曰，是国王交代这个使者去给仙人说这些话，请仙人垂恩早护，早一点来给我们的国王做儿子，哦，是这样。然后使人这使者受教。啊，就接受国王的命令，入到山中，到仙人那边。据说王请姻缘，就把这件事情国王如何交代说清楚了。啊，仙人呢报使者言，回报这使者说，我还有三年可以活，哦，请你国王慢慢等，啊，我三年以后命中
就会去啊，哦，然后呢，这个使者就回去跟国王报告说，先人是这样回答，他不愿意马上死。哦，国王一听，王次急护者，事事不可啊，始奉先教，还报大王。啊，哎，对不起，这段还是在先人讲的啊。哦，他说：“你国王下命令叫我马上去，这件事情不可以啦，我做不到。”啊，然后呢，使者呢，奉先人的回报给大王，具述先意，就把先人的意思就回报毗婆娑罗王了。国王就说：“我是一国之主，所有人物都是我的，我现在以礼相趋，我很礼貌的去拜托你，乃不成我意，竟然不遵照我的命令。”王更赐使者，就交代那个使者，你再重新去跟他讲一遍，再讲一遍，先礼貌再请一遍，请若不得，不要客气，杀了他。哦，他死了，难道就不会来给我做小孩吗？他命中注定要做我小孩，早一点死，晚一点死，都是要来做我的小孩。他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都要做我小孩，不答应杀了他。啊、哦，使人受赐至仙人所，具导王意。这个是"导"就是说的意思哈、哦，说明的意思哈、哦。仙人虽闻使者说，也不愿意接受，还是呢不愿意接受。那这个使者呢，只好奉命奉王的交代哈、哦，要杀仙人。仙人说："好，你要杀我啊，你回去跟国王报告，我的命。"未尽，竟然你国王是以心口遣人杀我，将来我给你做儿子，我也一定还一报还一报，以心口遣人杀王，我没有亲自杀你，就好像你没有亲手杀我，但是呢，你用心用口做交代的，把人家叫人家把我杀死，我以后做你的儿子，我也会用心口，我也不会直接杀你。为用心口遣人杀王，果然他把他呢囚禁，让他饿死也好，让他受苦刑而死也好，都不是阿舍世王亲手杀死他父王，只是下命令这样子。果然一报还一报。好，那仙人说完这些话之后呢，就受死。死了之后呢，果然就到王宫受生，当其日夜啊。那一阵子那几天，夫人就觉得哎呦受孕了，嘎奇怪，上无嘛爱过哪过哪礼拜一个月过外月较有啊，哦，他反正故事简单的带过去哈，哦，不必像现在要讲太多详细哈，哦，好了就觉得有孕了啊，哦，王闻欢喜，哦，一听说有孕哦很高兴，马上呢你看很迷信的，天明即唤相师。哦，哎，那些相师嘛，就搞的呢。哦，说呢，你帮我看看，夫人怀的是男的，是女的？哎，相师一看，就回报国王，是儿非女，的确是男孩，可是此儿与王有损。哎，这个相师真叫高明。哦，咱世间老这个相师哦，伊行李一定做好诶。王曰：“我是国土皆蛇属之啊，通通是我的。”纵有所损啊，也都是他的，没有关系，我亦无畏，我不怕。哦，表面话说得很漂亮，私底下，你看王闻此语，忧喜交怀。啊，王勃夫人言，啊，私底下就找韦提希皇后，啊，吴共夫人私自平章，平章是什么？商量。夫人，我私底下跟你商量商量。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哦，不要给别人知道。哦，相师说："哈，我们这个小孩与我有损，夫人待生之日，这样子好了啊，你要生产的时候，请你在高楼上天井中把他生下来，不要让人家在下面承接，让这个小 baby 就落在地上，啊，就从高楼这样生下来。"啊，岂容不死，无益无忧，生亦不漏，没人知道，就当成是意外死亡。
小 baby 意外落井啊，天井高楼堕下来死掉，啊，私底下商量就这样做，不要让人家知道，啊，夫人即可就许可，就答应国王的这种计谋，生产的时候一如前法，这个电影就很难拍了。怎么样生刚好就能够把小孩生从高楼下这样丢到天井下，哦，这个很难啊，应该也是呢，旁边有人或者是韦迪西夫人自己，哦，把他丢下去了，哦，生出来之后就把他丢下去这样子，哦，或者是就在那个天井旁边生啊，这个也太厉害了，哦，所以呢应该是就是总之就是把他丢下去，身已堕地，命变不断。哎，没戏呢，没戏。阿舍斯王子命大，可是呢，为损手的小指头。所以，因此外人呢，就说啊，这小王子命大啊，意外竟然不会死，只是指头折掉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证据啊。可是呢，只有国王跟夫人两个人知道这样计谋，没想到后来的提婆达多有神通，他能够看到这种情形，啊，在电影上面演呢是提婆达多呢就用神通让阿舍斯王子看到当时候的这一幕，国王跟夫人在密谋，然后呢生产的当下是真的把他丢，把小 baby 这样往下丢。哦，所以并不是真的意外，而是真的要谋害这个小王子。哦，所以就用神通让阿舍斯王看到。哦，那后面这个善导大师是没有讲说呢，提婆达多啊用神通让阿舍斯王子知道，只是呢把这个故事呢事情的本末交代，用讲的。哦，好，那么又叫做卫生院啊，这个30页第三行哈，他说：“此因提婆达多起恶妒之心故，对比太子显发昔日恶缘。”啊，这个昔日恶缘就是刚讲的那父王跟那个仙人之间的恩怨，以及父王跟夫人私底下的计谋。哦，那为什么又说那提婆达多的嫉妒心起恶缘呢？啊，这边讲提婆恶性，为人凶猛，虽复出家，恒常度佛，名闻利养。提婆达多呢，啊，是跟阿难尊者他们一样，都是在那一批释迦牟尼佛回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一批的王子小王子都跟着佛出家，其中就有阿难尊者，有提婆达多。啊，这跟着一批出家，哦，所以这个他们当时候呢都跟着佛啊，那都是小王子的身份，所以其实得到很大的这个尊重啊，很多人也都对这批小沙弥 啊都很尊重啊，慢慢的呢出家久了，然后那就有一些人跟着这些提婆达多，哦，可是呢他这边讲嫉妒佛能够得到名闻利养，然后这个父王是指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是佛的坛乐施主，也就是说频婆娑罗王，请看到参考讲义，现在特别去讲频婆娑罗王，啊，第三页最后两行。父王无有子息，指的是频婆娑罗王，他是中印度摩羯陀国的国王，有时候翻译成频沙王，啊，频沙王，有部的毗奈耶出家是有部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是戒律，里面说到呢，频沙王或者是频婆娑罗王是大莲花王，他父王叫做大莲花王的太子，很特别的就是呢，频婆娑罗王跟释迦牟尼佛同一天诞生。啊，这是很特别，啊，然后呢，频婆娑罗王有两位夫人，我们只知道韦提西夫人，还有一个呢是乔萨罗夫人，是乔萨罗国舍卫国波斯匿王的妹妹，啊，波斯匿王
跟频婆娑罗王在当时候他们的国力都很强，所以两家结合，啊，两个国王做这样的联姻的动作，啊，有他政治上的需求，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都两个人都不会生，或者是都只是生女孩，啊，那韦提希夫人是东方弥痴罗城毗提诃族的女人，啊，可是呢，这两位夫人跟频婆娑罗王都信佛，信仰世尊教法，啊，然后呢，皈依释迦牟尼佛，变成是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所以他常常会供养僧伽僧众，啊，大力保护佛教。经论中有多诸多记载，啊，那么特别提到的，就是为释迦牟尼佛未成道的时候，还在跟着这些外道啊苦行外道在修的时候啊，曾经呢来到摩羯陀国王舍城边。跟着阿罗罗、玉陀罗两位仙人学仙法，啊，受教。频婆娑罗王知道以后呢，啊，就去拜访释迦牟尼佛，啊，那时候还没有成佛，啊，跟着外道在学，劝他不要出家了。你将来，啊，你成就国王，我们呢，同一天生日，我们呢，这个结盟。恐怕呢，这全印度没有人能够赢过我们了，哦，所以呢，一起做国王，啊，哦，劝其改变出家学道之志，啊，顺从父命，返回本国，啊，怎么劝，悉达多太子都不会动摇，啊，只好算了，他就放弃，他就说好，他日成道，悉达多太子，如果你他日成道，你要来先度我，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先去度五比丘。马上就依着约定来到王舍城，然后这当中呢又度化了啊三迦舍，加起来就一千人嘛，刚刚算过了哈，所以一看哇，怎么成道以后这么马上就这么多的徒众啊，哇，太厉害了啊，哦！所以你看，建而大经于迦兰陀地建竹林金舍，哦，所以也在王舍大城附近建了一个竹林金舍。供养这一千个出家众，哦，成为最初的外护者。所以你看，他的确呢，就是真正的护法，哦。所以你看他被关起来的时候，经文写到，希望佛陀派人买目犍连尊者进去里面为他受八关斋戒。目犍连尊者就。依照他的愿，应该也是佛陀答应。天天用神通飞进去，替他说八关斋戒。为什么会这么样？除了慈悲的表现之外，这一段历史，这段典故，你就可以知道，他平常就是供养僧团的大护法，大护法现在遭难了，出家人不干预政治，但是呢，人家要求要受八关斋戒，这很合理啊。平常人是不可能进去，因为被关起来了，啊，不可能进去。目犍连有神通，啊，要来去谁管得了他，啊，所以他就真的每天进去，时间多久？三七二十一天呢，哦，那你们后面看到，频婆娑罗王平常是做护法，基本上无闲，通过修行，没空修行，刚好利用这三七二十一天，他就证得什么果位？三果，啊，须多还、斯多含、阿那含，证三果，哦。所以呢，我们俗话讲的“因祸得福”啦，啊，也未尝不是啊，也不是坏事哈。所以你看了，啊，你看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金舍的时候，频婆娑罗王每天三时率诸官如，能白天走个两三趟，啊，往诣佛所礼敬世尊，你讲爱一时无代志，然后走，啊，去请法。跟着佛陀学习佛法，啊，后来是因为年纪老大，
身体渐衰，无法日日前去礼拜啊，所以呢就请佛给这个头发，要每天佛一阵子要理头发，要剪指甲哦，所以呢就请这个佛的头发跟指甲放在后宫的塔寺，用香花明灯礼拜供养哦。那再根据这个啊破身寺卷十七的记载，太子阿舍氏跟提婆达都共谋篡谋王位，频婆娑罗王呢囚禁在后宫给予折磨，一方面不准吃东西，二方面呢苦行，所以这边有写到啊，不堪苦行迷梦而死。那当然那个苦行有可能是让他没有东西吃啊，但是呢你看他在那个王宫里面还是呢遥向其灵鹫山拜。那上礼拜那个照片我们就看到，哎，的确可以看得到灵鹫山，好，所以不是纯粹靠观想想象的，是真的呢，在窗户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灵鹫山，就这样拜，好。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历史记载，频婆娑罗王15岁就即位，在位52年。所以算一算应该是67岁的时候啊往生的齁。那四分律里面啊记载，频婆娑罗王做太子的时候曾发下6愿。第一，要能够登基为王，没问题。第二，当我治国时佛出现在世间，哎，果然啊。第三，使我身见世尊。第四，使我见佛以生欢喜心于如来所。啊，在如来所在的地方看到佛生欢喜心，这也完成了。第五，发欢喜心等无正法，跟着佛学法没问题。然后呢，闻法语寻得信解，能够呢在里面真的了解，哎，果然达成6愿。啊，这边顺便交代一下，他真的是一个佛弟子，他不是纯粹的只是一般的国王哦。那么接下来交代提婆达多的故事。啊，一样，讲义里面写到，佛陀在世的时候犯了逆罪三条，啊，是破僧团的二比丘，是胡焕王的王子，啊，阿难的亲兄弟，阿难的哥哥，啊，那当然也有另外的写到说是白饭王、甘露饭王，他们很奇怪，我觉得印度的历史很奇怪。是谁的儿子写不清楚哦怎么会有不同的说法，我很迷惑，我真的很迷惑啊，只有悉达多太子是净饭王的儿子，这点绝对不会有错其他的这些堂兄弟谁是谁，他的叔叔伯伯啊，是到底是谁的儿子，老是说不清楚，很奇怪齁。好，所以你看这边写到佛陀成道以后回国省亲之际，这些王子啊，提婆啦、阿难啦、阿那律啊啊等四家族的青年啊，优波离，抱歉，他不是王子，但是呢，他也是四家族的青年啊。这一群青年跟佛出家啊，然后呢，你看哦，提婆出家以后12年间，慈善心，勤于修行，他也很认真修行哦，可惜呢，未能得圣果。没有办法证果位、哦、可是呢又不像阿难尊者，他证出果很长一段时间了。在楞严经里面才有提到他证三果，可是他什么时候证四果阿罗汉？阿难尊者啊，是要经典结集，迦摄尊者主持经典结集的时候逼他一定要证四果阿罗汉，那个时候他才证四果阿罗汉、哦、所以并不是所有跟着佛出家的这一些年轻比丘都像舍利弗、目犍连那个啊，听了佛的偈颂以后啊，跟着佛出家啊，7天就证阿罗汉，哎，我大概他搞哦。所以提婆达多本身呢也是这样啊，有障碍，所以未得证圣果。然后呢，又看到呢，这一些阿罗汉啊、佛陀啊，都接受这一些王公大臣的明文利养的供养啊，啊，
心就退转了，生恶念了。啊，待会会看到这个四帖书里面，他很想学神通，啊，佛没有答应。后来呢，跟着舍利佛学，舍利佛也不答应，辗转问很多阿罗汉，都不愿意教他神通。为什么？那些阿罗汉都有天眼通，有他心通，知道这个人学神通以后，胡作非为，不敢教，不敢教。后来找到谁？找到自己的弟弟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没有神通，又是自己的哥哥，只好乖乖的教他神通。你那里面我们会看到，阿难本身也不是真的有神通啊，他怎么会教？阿难记忆力很好，凡是佛教过的佛法，他都能记得。怎么样能够修神通？他也记得方法，所以呢，他把那个修神通的原则方法交给他哥哥提婆达多。哎，提婆达多修多久有神通？你们看到31页，课本31页，第三行。7天7夜就有神通，所以提婆达多也不是泛泛之辈，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啊。所以可以知道，他还是有相当厉害的术士的那一些善根在啊。只是那种贪心没办法哦。好，所以继续看回参考讲义这边，学神通佛没有许可，不只是佛没有许可，阿罗汉都没有答应哈。后来受到摩羯陀国阿舍世太子的供养，太子为他建立一个金舍在伽耶山，啊，他呢就想要呢代替释迦牟尼佛统御身众，啊，他说啊你老了啦，换我来管理这样，没有得到佛陀的允许，反而被苛责，因为他这样愿望没有达成，所以他就回去自己的伽耶山呢集众啊，组织僧团。你没有答应，我自己来组织僧团，啊，然后呢，就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又使阿舍世幽禁其父频婆娑罗王，啊，说呢，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新王新佛统治政教合一，多好！哦，所以呢，阿舍世王即王位，幽闭父王提婆呢，想要去除世尊而代之，先令人杀佛，怎么杀得了？不可能的事情啊！又趁佛经过灵鹫山下的时候，推那个大石头啊！这个电影就有演，哦，那块石头真的很大啊！他有神通，没问题，把那个大石头推下来啊！这边是写呢，伤及佛祖。实际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典故是说明什么呢？有那个密集金刚护法神啊，常常跟着释迦牟尼佛在旁边的护法神，有那个金刚杵有没有？哦，那颗大石头推下来的时候，那个密集金刚护法神用那个金刚杵挡住那颗大石头，所以呢，那颗大石头呢就崩裂开，啊，然后裂开就到处乱喷。有一颗小石头喷到佛陀的脚那边，让佛陀出了一点血，流了一点血。出佛身血，忤逆罪。哦，然后呢，他自己弄一个僧团，搞了一个僧团，分化僧团，啊，这个第二条破僧，第三条。曾经有一个莲花色比丘尼，正阿罗汉果的比丘尼，叫做莲花色。她在俗家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可惜呢命不好啊，从事八大行业，啊，很苦命的一个女人。哦，啊，后来出家以后静静修行，竟然让她证得阿罗汉。看到提婆达多做出这些事情来，当面呵责提婆达多。提婆达多那时候有神通，气到把那一个莲花色比丘尼一拳打死，杀阿罗汉。
所以犯了忤逆罪三条：破和合身、出佛身血、杀阿罗汉。提婆达多，所以继续看这个，又放狂象继续杀害世尊，没想到那个狂象到佛面前变成很乖，归服于佛，不好，计划再度失败，所以只好呢用破坏僧团，先跟呢俱伽梨三文达多共治佛所，请他呢改制定。要修无出家人要修无法，佛说不答应，就诱惑吠舍离国的比丘五百人，这样子的出家人哪叫真正的修生死解脱道的出家人，不尊重这五个，不是真正的修生死解脱道的出家人，那你们同意跟我一样这样做的，我们一起回到伽耶山，制定无法作为极得涅槃之道。那无法，一说纷纭。现在呢，写两个，你注意看哦。不吃乳肉，不吃鱼肉，不吃盐，受用衣食不结其履基，就是呢，人家供养你的布很长，你通通都要围绕在身上，不可以剪，不可以剪裁。人家供养你什么布，你就拿来做成衣服。第五点，不要住阿兰若，住春舍。阿兰若就是那个比较荒野的地方，比较不会受干扰、僻静之处，这是五点。从前面的不吃鱼肉、不吃乳肉、不吃盐。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这个就是佛所戒定的戒律，不是，是毗婆达多要有别于佛陀僧团特别强调的五个，所以这五个里面前面三个另外一个说法都没有变，不吃盐，不吃乳肉，不吃牛奶，酥跟乳他这边改成乳，不吃鱼肉，第四点只能够乞食、托钵，不可以受别请，不可以特别人家呢，人家请你到家里去，你就这样接受供养，不可以，一定要乞食、沿路托钵。第五点，春夏八个月，等于呢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冷的，要露天而坐，可是冬天就可以住在茅屋里面、草庵里面，所以第五点都是关于住的问题，第四点上面那个是讲衣服的事情，下面这个是讲吃的事情、食的事情。但是呢，关于呢不吃盐、不吃乳肉、不吃鱼肉，是提婆达多特别强调的无法之一，十诵律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所以这个无法绝对的苦行主义，进行受奉行没有变通。提婆达多在大众当中提出这无法的进行表决，以前叫做行愁表决，所以为什么说那五百人愿意跟他回去伽耶山，有五百个觉得赞同，正好这样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出世解脱，所以呢大众呢这个投票的结果比这五百人更多嘛，有1250个嘛，你五百个，人家还有720个，750个，还有750个，输，所以呢，大家不同意，所以他就率领这一群比丘到伽耶山，另外呢，布萨成立另外一个僧团，所以对佛的经教啦、比丘的制度、服装啊，也有改变，这样的话呢，就是分化僧团。真正的破僧伽分化僧团，所以后来呢阿舍世王那时候听提婆达多的话，后来也后悔了，阿舍世王后来也变成佛陀的护法大弟子、所以阿舍世王后来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没有，
另外的经典专门在讲阿舍世王的，阿舍世王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因为造了忤逆罪，所以他掉地狱。但是因为他后来护法，他又忏悔，他掉地狱很像弹皮球这样下去又上来，上来到哪里？天界。有经文讲到他是掉地狱之后上来到天界。你说那老上讲五品，那个就是上中品众生，不是？他误会了观经书妙中钞的意思。阿舍世王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那或许在天界，后来也跟着啊佛陀学西方净土法门啊，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呢，根据经典来说，阿舍世王后来跟着佛陀认真的学习佛法，又做护法的工作，所以他修大福报，他掉地狱像弹皮球一样就弹上去到天界去了。哦，这个是有经文的依据的，不是我随便乱讲的。哦，那老和尚误会的那个中品啊，这个五品啊，那个是呢智者书妙中钞里面有提到，那个是知理大师举这个例子，阿舍世王的例子来说明，说呢透过忏悔也可以很大的转变啊，那种无根性啊，可以呢很大的转变。以他做例子来说，用这样子的忏悔力量，你要求生极乐世界也是可以达到的。他只是做这个例子的譬喻说明而已啊，并不是说用这样来证明阿舍世王是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有经文很明确的提到啊，是到天上去啊。好，那么接下来把这个事情交代完哈，然后呢，这个目犍连舍利佛也劝这个跟着提婆达多的这些人回来，回到佛陀的这个僧团，所以那些人一听有道理，就离开提婆达多，回到佛陀这边。所以事事不顺遂啊，经过九个月以后去世，等于阿舍世王叛变这件事情，往后差不多九个月一年的时间，提婆达多就下地狱了，啊，就下地狱去了啊。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打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啊，这个就是莲花色比丘尼当时候已经是证阿罗汉果。啊，再来，他曾经呢，十个手指头当中呢放毒药，想要靠近佛，要伤害佛的脚，因为呢五体投地嘛，你趴下去刚好呢就是在佛的脚那边嘛，啊，想要让佛中毒而亡，啊，但是这边形容说佛的脚固如岩石，很厚很硬啊，没有办法受伤的啊。那么提婆反而刺破手指，命中其地，就在当场死掉。哦，意思是说你把那个情节想一下，他故意表现说啊，我忏悔啦，我向佛陀忏悔啦，这样再拜下去，实际上手指头装毒要去伤害佛，结果呢没伤害到佛，反而呢那个毒让自己死亡啊，哦，是这样子啊，哦，因此三个忤逆罪障，三个破和而生，出佛身血，杀比丘尼。这个出佛身血并不是那个用手指夹那个，是那个大石头掉下来蹦开，石头蹦开呢小石头去伤害到这个，所以这边形容说佛祖固如岩石，这里就有一点问号。哦，还是会有这种情形的。哦，那么相传命中堕入无间地狱。哦，好，那么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所有看到提婆生生堕地狱的深坑。哦，而后世呢啊，佛陀跟提婆的关系呢有很多本身的故事，本身的故事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一生，释迦牟尼佛跟提婆达多的宿世的因缘很深。法华经里面的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里面就提到，提婆达多在过去世曾经呢帮助释迦牟尼佛，当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国王啊，提婆达多教他妙法莲华经，
所以他很感恩释迦牟尼佛，很感恩过去是提婆达多对他的帮助，也在提婆达多品里面授记他提婆达多将来会成佛，叫做天王佛啊，跟他的提婆啊也是有关啊，提婆就是天的意思哦，所以他将来成佛叫天王佛啊。那根据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里面呢啊，印度仍然有很多提婆达多学说的信徒，严格遵守生活规定，就是那个五种五法苦行啊。所以有人呢、啊，有人这样说：我们现在中国强调的素食啊，不吃鱼肉，跟提婆达多的五法有关系啊？这个问号啊，这我不敢那么的肯定，因为佛在很多大圣经典里面就有强调不吃众生肉啊，怎么会一定只有跟提婆达多有关呢？啊，所以这个参考就好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提婆达多的故事。那讲到这个哈，那阿舍四王，哎，对不起，还有一些故事。对于阿舍四王，阿舍四王在《涅盘经》里面呢，翻译成善见太子。善见太子，哦，善见太子。那阿舍是，翻译他的名字为什么一定要念成阿舍氏？为什么不能念成阿都氏？啊，你不是说习都绝山吗？你应该念成阿都氏啊。也就是说，他的梵文的名字哈、阿舍多沙多罗，用中文啊念慢一点，音大概是这样，阿舍多沙多罗这样子，哦，所以。翻译的时候呢，啊，就简称叫做呢阿舍四王。等前面的音比较是那个阿舍多萨多罗这样子吼，所以阿舍四王这个音是没有错的。啊，所以奇蛇窟啊，奇虾窟啊，也是根据梵文要念成奇蛇窟山。啊，这是一直强调这个蛇字的音，就是念成蛇。啊，不要念成都，因为你去查一般的国语词典，没有蛇的注音，都只有注音成都。哦，所以这个是因为跟梵文翻译的关系哦。好，所以这个是阿舍四王啊，那么他跟提婆的关系啊，这看看课本30页。第四行啊，虽护出家恒常度佛名闻利养，然护王是佛的坛御。这边的护王是指频婆娑罗王，啊，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于一时中呢，多将供养奉上如来，为金银七宝啦、名衣上服啦、百味果实等等，一一色色皆500车，哦，形容数量很多了哈，啊。然后呢，香花祭月，百千万众赞叹围绕，送向佛会，施佛其身。哦，布施佛陀给佛陀啊，还有僧团啊，这个使调达见已，度心更甚，即向舍利佛所求学神通身通。啊、哦，尊者预言，仁者且学四念处，不须学身通也。叫他你好好修四念处，不需要学身通。舍利弗一方面是故意不教他，二方面他没讲错话。你好好修四念处，四念处如果修好了，你再修一点点神通，你就可以修一点禅定，你就可以有神通。他没有修错说错，只是你的基本概念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思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这些没有踏实的去遵守，你怎么可能走向出世解脱道？你一面的求神通，你一定会走错路。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自我提醒，也可以看看其他周遭的这些亲朋好友们啊，道友们啊，有的人呢，他天生就是喜欢
神通，很难呢。早年墨学刚开始学佛，有一批同修道友哦，他们也很喜欢神通，而且接近的呢，就是有神通的法师，他们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道恨的法师，只会上台讲经说法，不奇迹啊。所以小心，谁会有神通？鬼神也有，魔也有，精灵鬼怪也有，外表也可以很像学佛的样子啊，所以这个要小心。喜欢神通的同修，真的自己要小心啊。有禅定要学神通就容易，你看后面的提婆达多就是这样啊。我们继续看啊，那舍利佛不答应，那怎么办？更向于尊者边求，乃至五百弟子等，没有人愿意教啊，皆浅学四念处，情不得已，遂向阿难边学啊。为什么要找到阿难？阿难是他的亲弟弟啊，遇阿难言：“汝是我弟，我欲学通，一一次第教我啊，你要好好教我啊。”然阿难虽得出国，未证他心通啊，所以不知阿兄私密学通，他的内心学神通的用意啊，不知道。欲于佛所起于恶计，是这个用意，想要伤害佛，所以呢，阿难不知道啊。那阿难就教他啊，你看哦，开始了，你想学神通的人来，来，阿难遂即幻象静住，要安静的地方，不要被干扰。次第教之，家福正坐，首先先教将心举身四动，去地一分一寸，想一尺一丈，想自色，望望慢慢往上升。啊，你看以前有一派专门说那个这一下子忘记那名字了啊，那一派哎，学一学哎，整个身体可以浮上来。阿难就教你这个，先观想，观想观想，你想自己身体可以浮上来，浮上来，哎，浮到一层楼高，啊，然后呢，做空无碍想，直过上空中想，更高，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一直往上，然后还要摄心下至本座处，你也把身体往上升，还要观想身体可以随着你的心往下降，降到呢你本来坐的地方。次将身举心，刚刚是用心举身，现在是用身举心。初时去地一分一寸，亦如前法，以身举心，以心举身，亦随即至上空，以环摄取身下至本座处。然后接着次想身心合举，还同前法一分一寸等，周而护持。每天很专心的想，往上升，心往上升，身就往上升。现在呢，身想身往上升，心也就跟着往上升。哦，用观想的，哦，这个是第一步。你看那个参考讲义，啊，上面写的，于学通文总有四段，阿难教之这一段。第一段学腾空的通，先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腾空，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啊，就是三十页最后一行，次想身心入一切执爱摄境中，坐不执爱想，不是只有身体能够升空，还能够呢骗入一切的摄法，有障碍的，譬如说墙壁、屋顶、地板，对你而言，那个都不是实有的东西，啊，都没有执碍。这时候你就可以穿墙入地，突破到屋顶外面去。第三段，
想一切山河大地等摄入自身中，如空无碍，不见色相。刚刚是你穿越这些执爱的摄法，现在呢是那一些摄法能够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也都是空无碍。那些摄法都不是实有的，不见色相。第四段，大小自在通，传统记讲这个叫大小自在通。想自身大遍满虚空，坐卧自在，或坐或卧，以手捉日月，或坐小身入微尘中，一切皆作无碍想。四段。阿难，善导大师已经把阿难的教学一些原则教在这里了。你想要学神足通的人，回家自己练。我不会，我不会。阿难教完之后，你注意看啊，第二行31页第二行，阿难如是次第教已，时调达即受得法已，即别向近处，7天7夜，人家就修成功了。你们如果想要学，看看用一个月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我是觉得不可能。好，今天先到这里哈，这个是很有趣的哈。我告诉你，我也看过一段文字，教宿命通。好，我也把原则教给你们，你们回家自己练。你开始回想，从你现在开始回想，你在想今天中午、今天上午、今天。以前的昨天的晚上，然后呢，忘记了，从头想起。总之呢，你就时间往回头，要想得清清楚楚。我下午做过什么事？我早上做过什么事？我昨天晚上做过什么事？我昨天下午做过什么事？我昨天早上做过什么事？一天，然后前两天、前三天、前四天、前五天、前一个月，你这样慢慢念，你越想越清楚，越想越清楚。想到一年前我做什么事，两年前我做什么事，再往前想想，想到我入母胎的时候是什么样，我要什么时候入母胎的，你都要能够回想得起来。你说，靠，可怜，不可怜，人想要这样下，宿命通就是这样练来的，想要练，回家自己练，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